里挥着他大腿。OK， 我只能放到中场。It's OK， 他是挥的。It's OK， 你要打蓝的，蓝的那一拍很猛的。OK。然后如果平抽的话，要抽那个灰的。你跟蓝的打的话，你一下抽上去了，他直接是压下来。你要是不行的话，你就放一个。我控制不了。It's OK， 你要是觉得 out of your control 的话， uh-huh. 你就放一下就好了。然后让他们挑 ，Alfred 进啥？你懂？你要不然你这样抽，很容易一下子就上去了，然后那个人直接就杀下来。打灰的，不要打蓝的。OK， 打灰的，掉掉。Yes， 打灰的 ，Yes， 然后反手。Oh my god， 大球！他说什么吊球？放了。好球，哥们！然后我们要干的，好吧。好像看看我操！早上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女单给拆了？你觉得可以？好球，开门！就如果把我们，把我就是我，让女单放掉，然后我打女单，就是我输。好球，开门！
衣服照哦，他们就好了。